这里还可以装。是阿贝买的呢。啊，小乖跟乖乖一人一盒带回家。我们以后都来阿贝家找玩具就好了。啊，小乖，这个送给你。小乖，阿贝在跟你讲话，小乖。这个送给你。那个阿贝说什么？啊、哦，啊，乖乖，这个送给你。啊，然后再拿一个回去给小咪玩。谁是小咪？你还记得吗？嗯。哦，那吴欣怡今天要看书哦。今天很棒，都在那里看书。真的、哦，小叔哥你敢管啊？你现在都很乖。爸爸不要给你必要的了，那你自己去看。你不是说不要？刚刚我拿给你，你连看我都不要，所以我要自己留下来玩的。啊，他刚刚伤了我的玻璃心了。你跟老爹说，我以为是没有的，啊，你要吗？你要不自己跟老爹说。那你可以帮我拿一个给小咪吗？好，哇，哦，好，哇，这是车子。我不知道是被捉弄几次，不知道他就很容易那个。一国列疑心病，那要打吗？没有，我觉得他有忧郁的倾向，真的，很多的他很会事前就是害怕，就比如单程，然后就觉得不像到我。可见你被你爸爸已经玩弄过几次了。我到月底了。我追到了，追到了。Go go go！ 我要卡住哎！哇，小乖要去开大车啊！要开出来会把轨道压扁。要拍 YouTube 赚钱，那、哦、是这个好用吗？那个 APP 是什么？对啊，是那个自拍的吗？可自拍可录。